如果是认真看过这一期综艺节目的观众朋友们，应该对于跑男节目当中的游戏环节还是有所印象。其中有一个环节需要大家分辨出乐器的等次高档，以及红酒还有口红的质量高低。而在口红试色的环节当中， Baby 非常准确地判断出了更高价位的口红。只是在这个时候，邓凯却问公布答案的那个工作人员说，口红什么样的比较容易粘牙。这个时候镜头不小心拍到 Baby， 却没想到他刚好做出了一个用舌头舔牙齿上的口红的动作。要知道平时 Baby 的整个形象就是女神，这样的小动作即便会做也应该会捂着嘴巴，但是在节目当中或许没有想到会那么不凑巧的刚好被拍到吧。看到这里，很多男粉表示沉默了，没有想到像 Baby 这样的女生也会有不小心失态的时候呀。不过也无可厚非吧，毕竟女孩子都懂这样的尴尬，与其让口红粘在牙上被拍到，还不如把口红舔掉呢。对此你们怎么看？